小萌可来闯关，遇到了一个大荷叶，滑了一个滑梯，通关喽。错了错了，这个不是让小萌可来闯关的，他是让小球来闯关的。别管是让小萌可还是让小球，我都会一次性通关的。你就吹牛吧。哼，你还不信，那我就让你来看一看怎么让小球一次性通关的。你可要看好喽，我的小球来通第一关喽。我走走走走走，看看看看，你第一关都过不去。别着急，我再来一次。我就说吧，你不行，你还不信？谁说我不行呀？再给我一次机会呀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个小球呀，肯定有问题呀！不行，就是不行，还是看我的吧。看好喽，小球来过第一关，然后接住小球，我们转转转，转转转，把它转进这个小洞洞里。看，来到了第三关，接着我们来让小球来过独木桥。哦，小青蛙喽，跳跳再跳，再把小球运到叶子上。哎呦，你还挺厉害的嘛。必须的呀，这一关可是有点难度。小球上再上，耶，成功了。继续发力，把小球球运到荷叶上。来到这里，我们要运用惯性把小球球运过来。最后一关，三二一，走你，耶，闯关成功啦。怎么样，我厉害吧？你们能挑战成功吗？